同音山位于九九峰自然保留区内，为台湾的三大回音山地形之一。也有山友称它为中部的抹茶山，入口在雾峰的新铜岭，需连走七连峰才可以到达。来回约5K 的距离，需花上5个小时的时间。特色为陡峭、芒草、曝晒、滑石多，野生动植物丰富。挑战三次，今天终于成功。平常芒草高时要登非常难，全靠山友志工整理才能登上。登顶有360度无敌展望，可看见草屯、国姓、太平、雾峰之区。是中部交山的小霸王，当起云雾之时，有如天上的仙境。这是一场因自虐而自信之旅，也是爱山人自我挑战的旅程。今天大概背7.47公斤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边，然后我们要先这样走，然后到达福山坪。那福山坪的后面呢，进去就是铜岭的后山，我们要去登铜岭山。那先走蓝色的北坑溪步道，然后接樟树林步道，然后到达福山坪，再去铜岭的后山。我们现在就出发，走北坑溪步道。北坑溪步道就先走石阶上去，然后还有一些土阶，就一般的交山步道的类型。现在的步道类型就是那个土路小径。看到樟树林步道，往左，这个地方是三叉坪。过了三叉坪之后，再沿这个土径石阶继续往上，九九峰亭到了。
往三线坪，三线四坪右转，现在过吊桥。我现在走在樟树林的步道上，继续往铜陵山的方向前。六顺坪到了。我们继续往铜陵山的方向前进，看到福山坪的指示往右。到了这个铜陵山的入口。三坪，福山坪的对面就是铜陵后山的入口。在8:40，我们要走进铜陵山的登山口。铜陵山纵走七连峰，第一峰自贡休息站，第二峰土石峰。第三峰二松庄，第四峰杜英峰，第五峰芒草峰。第六峰长斗峰，第七峰铜陵山。沿途上上下下非常艰辛。一进来铜陵山的步道，看到第一个千手观音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台湾猕猴，接下来要看到铜山六观音的圣观音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圣观音普门示现，得无畏心，铜山六观音。我现在要走铜陵山的第一峰。工友寮棚，往上继续攀登。
早。啊，拢无备料，啊，拢无备料，第一届甲第五，第二届第六，我操收济啊，我都放弃啊，今日去备看完，快当备料。你去顶那无，你那唔捌去顶头去吼，你就无人带你上路买。啊。感谢志工大哥提醒我上面危险。哦，哎，后边路安怎？你行二月松都袂歹行。我知啦，啊，伊个草有整理过哦。这只拢有整理。哦，后边无整理啦。后边无整理啊。嗯。我看草悬，我就无爱爬。草用个悬啦。嗯。特别迄个乡吼，你若唔歹无人刷吼。我无建议恁行啦，因讲吼，你一个人尔吼，迄边遐足危险的啊。哦。我袂勉强我自己啊，我着来两届啊。对。你到二月上过过去都无人过去啦，但是讲即阵啊是还好，讲吼草啊拢有搭去啊。有搭去啊。嗯。我三月一号以前我有去啦，我有带去。哦。但是遐的吼，因为讲。无落雨啊吼，迄石头吼落袂落一年啦，开滚啦，哎，啊，一年，系啊，我看前面啊，我袂勉强，手摆摆我嘛歪摆，那摆到地上。码头观音，诸恶毁坏，身类守护，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我现在来位置在铜陵山的铜陵步道上，然后现在要前往第二峰，现在要爬第二峰。怀底观音，下面就准知观音，离诸恶去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现在第二峰的爬升上去，十一面观音，离诸罪难，减诸烦恼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阿弥陀佛，保佑我登山安全。土石峰最陡的地方，有两个准持观音，习斋延命，离诸恶去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阿弥陀佛，保佑我登山安全。先过第二峰，要往第三峰二松双前进。
第三峰二松村，好的，二松村到了。您刚有爬去？没有。哦。我要去看嘛。哎呀，我收起来。啊，无要紧啊。我现在在前往铜陵山的路上，然后我已经过了第三峰二松庄，现在要前往第四峰，现在在登第四峰的上坡。第四峰这颗杜英红叶很明显，现在要往第五峰前进。第五峰芒草峰，我现在在前往铜陵山的路上，现在要爬第五峰。现在在前往铜陵山的步道上，然后现在在第五峰上面。7:07，我要离开第五峰前往第六峰。现在第五峰的下坡，前面有一棵倒木，越过倒木继续。现在开始要第六峰的爬升。
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爬台中雾峰青铜林的铜林山，那我目前爬到第六峰的山腰，正在休息一下，有点喘，等一下还有第六峰跟第七峰最难的部分。步道的那个绳子上面都有蚂蚁，所以要拉绳一定要戴这种棉质的手套，不然你会被蚂蚁咬啊，不然要拉绳，没有戴手套手也会很痛。这段的第六峰的芒草陡坡也是蛮陡的，草也蛮长的。这最后面几乎90度的爬升，蛮累人的哦。我现在来的位置在雾峰青铜林铜林山第六峰长陡峰的上面，这边的视野相当的棒，展望非常的好，但是要爬上来蛮辛苦的，有独立树的独立峰。铜林山到了，铜林七零一峰到了，10:40，铜林山七零一峰完登，太帅了！360度无敌展望，360度无敌展望。我现在的位置在台中雾峰青铜林园区的铜林山三角点701峰的这边，这边有360度无敌展望，风景相当的美丽。这边是火焰山地形。
同宜山地理位置位于台中南投交界之处，在九九峰自然保留区内。九九尖峰与三一火焰山、六龟十八罗汉山称为台湾三大火焰山地形。晚硕石岩层因透水性良好，逐渐形成尖石与山沟。现在11:38，我要同宜山要下山，同宜山麒麟峰，拜拜，下次再见喽。第七峰下来到第六峰，要走的是兽人，兽人然后这个附近很窄，所以要小心走，要走稳，不然下去就回去了。现在11:42，我们要下第六峰。
长斗峰，然后这个是长段的几乎90度的陡坡。好，那我们是转往后面，我们就转身往后下山。我们看一下，从上面一直陡下下来，然后还没完。第六峰的长陡坡是非常陡，下山转身向后走，然后看准下一步的踏步，好，先下去，慢慢下。下山不容易，然后这些泥土沙都很苦，光下第六峰就花了将近快半小时的时间。现在12:05，我们从第六峰长陡峰下来，到这个半山腰的休息点，在这边休息一下，好累。现在还是从第六峰下来的陡下的部分。我现在的位置在第六峰下来，要回第五峰的鞍部，回到第五峰，然后大概三十几度的陡。12:19，我回到第五峰的山顶，这边是铜陵山第五峰的展望，第五峰芒草峰。现在从第五峰下来到鞍部，然后又要回到第四峰，这个什么路？现在12:36，我们回到第四峰的峰顶。
现在12:45，我们从第四峰下来到安部，现在要回第12:48，我回到二本松菜。感谢山友大姐担心我，问我灯怎么这么久。我说我在上面飞空拍。众苦所愿成就，阿弥陀佛，观世。这是铜陵山第三峰二本松，是二松庄。我累到了，一直讲二本松。铜陵山第三峰的展望。现在1:02，我们下到第二峰土石峰，这边应该算铜陵山的1-2的安部展望。1:18回到工友寮棚第一峰，1:19回到第一峰登山步道维修志，1:25我走到了，走出铜陵山的步道了，忘忧亭到了，1:48。谢谢观赏，欢迎来铜陵山度过每个假期，新手勿失哦，我们下回再见喽。